中式料理的烹煮手法多如牛毛，以焖这道技术来说，黄记黄三汁焖锅可谓各中好手。这家餐厅的焖锅在各个层面都做足功夫，底油精选天然中草药作为原料，经古法熬制数日而成，是美味的根基。店家取用枸杞、红枣等五颜六色、味性和谐的十种食材，制作成能诱引主料鲜味与营养的底料，而主料则结合蔬菜和肉类，将各种海陆美食融于一锅，如牛三宝、香辣鲶鱼、咸鲜三菌、素食锦等多种锅品，每一种都是食材精华的凝聚，不仅要让顾客吃得开怀爽畅，也要使身体能充分吸收均衡的营养。